这里有一罐水啊。乐观的人会说，哇，我还有一罐水。悲观的人会说，我只剩一瓶水。而鸡排妹却说我，林公子，你这样是说我在乞讨。事情是这样子的，非常有名的网红鸡排妹，她在脸书发一篇文，就说，哎，那个有垫子非常好，非常实用。然后女生浴室来的时候，男生买来送给女生，哦，很贴心，很暖。然后我就回来一句，啊，为什么不自己买？然后他就回我，我是好意，不是乞讨啊，难怪有些人会那个拼死一单身啊。然后这件事后来还上新闻，小媒体小报道了，他说什么酸男讲鸡排妹乞讨，鸡排妹秒回呛爆对方。然后我整个就莫名其妙，都什么时代了，现在的女性有工作权、自主权，在社上地位也站得非常稳，不用靠男生，有什么酷东西、好东西，直接买了自己用，何必给男生送？为什么以前的社会重男轻女，女生地位会低？主要的原因还是经济嘛。有些女孩子她被老公打，家庭受虐待，离不开。你说她可能是为了小孩朋友，或者爱她的丈夫，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因为长期在家里没有自己的收入，她临时出去可能没有地方吃、地方住，或者娘家不收她，朋友不相助，所以只能忍受。但现在不一样了。女性当总统，女性当总经理、董事长，不必靠男生嘛。这种几千块的东西自己买的，说我说要乞讨，哎，莫名其妙。好啦，有朋友说林公子文字没有温度，你这样讲人家会误会，以为你是在呛他的。可是我那个留言下面明明有这些回啊，我下面也不是留言了就跑了，没有解释嘛，硬要说我暗酸，哎，不是吧，记者大人、记者大哥，你嘛较公平哎。这样的行为跟对岸的朋友说台湾辱华有什么两样啊？奇异博士一个招牌拍拖卡孔明一个车牌，然后就说了辱华，硬要把自己的意想塞到对方身上，给他按个罪名，这样不对吧？东亚病夫也是这样子，这个词明明是中国发明的，可是整天说人家看不起中国，中国被外国列强欺负，哎，莫名其妙吧？你报道要公平，两面都要去到啊，结果直接说啊，林公子被酸爆了，被呛爆了，不是吧？我不是第一次被搞了，上次做一次影片啊，极简生活没有这么简单。结果记者又给我下标说林公子呛爆那个娜娜 Q， 我的莫名其妙，我影片从头到尾都没有讲他的名字，然后那个影片也没有攻击性、骂人性，然后记者说林公子呛爆、酸爆，有病吗？记者的词汇是不是很少？只会呛爆、打爆、打脸、脸肿肿。男生就是酸男、宅男、耳男，被车撞的都是孝子，只要是女生就是女神。好啦，要呛也是可以，可是呛男生单身做什么？我实在想不懂哎。时常跟女生论战的时候，最后就会开大决啊，你就是这样才单身啊，你觉得这样女生才不喜欢你啊？这是什么思维啊？这是什么脑回路啊？你们是不是以为男生的终极人生目标就是交个女朋友？我看单身他就很痛苦，我要是没有女朋友我就完蛋了。你妈帮帮忙！男生的一生有很多目标，不会只有交女朋友，不会因此打击很大。你是把男生当成什么了？反过来讲，要是有个男生呛女生，哦，你嫁不出去，你单身没人要，是不是很失礼？以前网络上有个词叫“败犬”，这个词相当没礼貌，就是在讲女生年纪大了还嫁不出去，没有对象。但后来社会观念改变了，女生也有自己选择人生的自由，女生不是只有嫁给男生养小孩。他有自己的人生，有自己的目标，有自己的理想，他可以当总统，他可以统领企业，完成他任何想要做的事。家庭不再是女生唯一的归宿，好不容易台湾努力过来，两性终于平等了，这个时候女生又忽然说，男生是单身，可怜啊，你没有女朋友，开两性平权倒车，你怎么会拿这个东西来呛？这个火力标打到自己，到底脑袋在想啥嘛？好啦，话讲到这里，亚洲下唇，对不起。亚洲下唇，对不起。亚洲下唇，对不起。对不起啦，我不应该去脸脸书留言。对不起啦，我不应该单身啦，单身就是有罪，单身就是有错，没有女朋友就很可悲。送啊不啊？各位朋友，一个产品非常好，男生打电动都会用到，只要插上去，电脑就可以动，游戏就可以玩。女生要是买这个手把送给男生，男生会觉得很暖哦，立马帮帮忙，男生自己就会买了，还要等女生买给你哦。
卤味就是好吃。平凡的豆干香，温馨的泡面摊啊，天下第一面，卤到不行的鸡翅。很爽，晶莹剔透的芋头，这就是人生啊。